我开始做了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我辜负你对我的信任，所以你若是要怪我、要骂我，还是要恨我，我完全拢接受，我没有任何的怨言。小新，你是老白讲啥啊？弟弟发生意外，跟你也无任何的关系啊！你无需要搞回信礼啊！有，那不是因为对方打动啊，我就变成迄个要毁掉你幸福美满家庭的罪人。小新，我知影是因为我昨讲遐个话，恁才会感觉足伤心、足艰苦，一直责备你家己。欠过我今麦真正完全无咧怪你的意思。不过我决定啊，为着要维持咱两个人的感情，我一定要离开。要若无，我若是继续安尼落去，总有一天我会继续出包，我会让你对我太太的失望。你讲你要离开？喂，喂，喂，小新。你是搁打电话给我创啥？小新，我想要跟你见面。你敢知影？我卡这通电话，予你的勇气，是我用半罐威士忌去换来。你搁啉酒醉啊？我今仔真正足痛苦，我今仔痛苦到醉醒梦醒。不管我今仔是安怎样，我拢无法度将你的形影归我的心肝来解破掉。妈妈，刚刚有一个叔叔用爸爸的手机打电话给你，说什么是 Lucy， 然后他就挂断了。妈妈，爸爸应该是喝酒醉了，才会叫别人打电话给你吧？我送你回去，一钱付了没？啊，有啦有啦。多谢你哦，我先带伊回去。啊，麻烦你麻烦你啊。没啦，哎呀，你巧好啦。哦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是周永成太太。拄则有人用你的手机啊打电话给我，伊应该是啉酒醉啊。我要来接伊，啊伊人伫咧倒位啊？伊差不多去有一个朋友才走。朋友？白手白手白，哈哈。哎！了气，你不干啊？那是你。我是因为欠所费来这附近顺顺看看，看恋爱水人去抽无？想不到竟然去拄到恁两个，而且咧谈情说爱。拜托你，以后莫再对我这么好啊！我无法度嫌你，我嘛嫌不起。我眠偌久啊？现在几点啊？你还搁伫个家？我无去机场啊，因为我无法度甲你放你走，我走，所以我甲机票改期啊。你那真尔刁滴啦！为着我，你耽误着你要追求你的梦想。别，你即摆进去，你即摆机场，紧，你即摆坐飞机进去，进去啊！哎呦，别来啦，你莫赶我啦！你明知影我唔是迄种自私自利、无讲道理的人啊！你买一罐烧的给你吃，你去吃等我。不准喊口。
人在跟踪我。是你？你想要创啊？你念你就知影。等你啦！哎，你这人哪这么巧混啊？是你先欺负小心的呢？我只是要讨公道尔，不对的人是你呢？你哥敢讲，就是因为你救到林小心，害我遐无加入讲，害我无现缴小钱拢无啊！等你啦！原来你是要提钱，较早讲的嘛。这条我给你，俺姑爹甲保证哦。从今仔开始，你袂当找我，也是我厝内人的麻烦。我想到一个会当来出气，佮会当赚佫较侪钱的办法。这个提议价值30万，你有要听看卖？什么提议？想讲要变鬼变怪？你放心啦，等我的通知，到时阵我绝对给你拍到欢喜，而且我嘛绝对袂停手。代志完成以后，这30万就是你。介意我，你从买巴黎的计划延后啊，然后我嘛因为着伤，所以请假，车拄较好呢，咱两个拢有闲，安尼不如咱做伙出去踅踅行行。你想要出院？是啊，我无想要将遮尔啊珍贵的假期哦浪费伫个白蚁，而且过来你买巴黎安尼，我足珍惜最后会当甲你做伙的时间。敢讲你这么认真要记住我？你敢真正无考虑要甲你受伤的代志，互嘉轩姐知影？啊，伊若是一直找无你，伊会烦恼呢。咱的话题哪会说来说去，去说伊嘉轩啦？因为我要互你知影，伊是你的太太。你放心啦，即摆麦麦伊已经受伤啊。所以嘉璇哦，伊规个心拢靠连麦麦的身上，根本就无时间插我。而且我受伤的代志，我嘛无想要伊知影，加害烦恼。哎，但是我就是感觉这件代志也是爱让嘉璇姐知影，也若无当伊知的时阵，伊一定也袂乱想的。好啦好啦，无你看，你想要去倒位行行，我陪你去好无？哎，是你，你是顶届迄个抓小三专家对无？啊，是讲你来来病院啊？你是不是都不爽快？啊，是讲在一间病房有小三出没？不是啦，我是在病院看朋友的啦，哪有可能死给那种小三呐？妈的！你就是永保企业周董事长对吧？不过你这么明显。啊，原来你两个熟识啊？无啦，是因公司最近推出的这个 Pretty Baby 这个产品曝光率真高呢，而且我有去参加发表会，所以有印象啦。啊，太谢了。拄仔公司有一寡代志要处理，我先来。啊！我一种第六感甲我讲，因两个人看起来怪怪，无啥着呢。而且我张兰雷达甲我讲，迄个查甫人绝对有问题。啊，毋过小心是安怎甲伊行做伙？这无可能啦！你莫学白药好无？你敢知影周董因太太是啥？是啥？就是吴嘉璇。你是讲吴嘉允甲嘉文的大姐？哎，你都看有问题啊！啊，是啥物问题啦？
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。以前来边看别人的老公的，只有两款人：第一就是情妇，第二就是小三。你是讲？我拄仔真正足好笑的呢！我看到你阿公甲另外一个查某囡仔行出去啊，我原本误会讲是毋是头前毋敢互你知影呢，真正是我家己想象力丰富，歹势啦！你真正足古锥的呢，你也无熟悉阮阿妈，嘛毋捌见过伊，你来知是？哦，我毋知啊，啊，毋过我男朋友伊是记者，伊知。对啦，我之前就看过周董的，而且伊头拄仔嘛无否认啊，确实是伊无毋对。嗯。小新，你先开车，我接接电话。哦，好啊。老公，你今麦伫咧倒啊？啊，我今麦甲客户咧讲生意啊。恁伫咧倒位讲生意？问这要创啥啦？是有啥物代志哦？啊，紧讲，我足无闲个。无啦，我就想要问讲，你今敢有闲，会用来病院看弟弟？啊！你毋是讲弟弟的状况袂歹，行袂开脚，无法度去病院。你讲真正行袂开脚，无法度过来。是啊，我讲几届啦。啊，好啦，无啥物代志，无我挂电话啊吼。明明都有人伫咧病院看到永春，是安怎伊唔肯承认啊？这无公平，这无公平啦！都无法度控制啊！我就算有人开颅手术，我嘛得医治，让人出名。不然要是要安怎？我从细汉就叫你拍表去读册，别人在生，我得温习功课，只是为着要做医生，即摆无医生通做啊！是我做出过一个歹代志，我才会破病。这不是安尼嘞，张正浩收走过的歹代志是你的十倍百倍，为什么不是医生老刘？你是医生，你应该比别人搁较理性才对。你的手即摆安尼一直喘，那是因为你的心脉足惊吓的。是我头壳内底流在作怪啊！若是安尼，你更加应该勇敢去面对啊，去接受开颅手术，相信专业，医生哦一定会尽全力把你救回来的。你以前不是拢安尼甲别人讲的吗？我嘛无确定啊，我是不是较早拢甲别人骗？不管是不是用骗的。至少你一届搁一届，甲足侪人为鬼门关救回来啊，敢毋是？参像你这么好心的人，你无好报，那恁谁才有好报？你讲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